能洗澡吧？不能。说什么？你先换换衣服，然后冲冲泡泡，一会儿给你好好搓搓。你知道他们这种人身上有什么细菌吗？他们应该先消毒。我跟你说，我这儿就没有这程序。也就是门不先去嘛。别这么说，谢谢你给我搓澡。他妈往哪儿飞呢？这一个瓶盖，您别生气啊。挤这么多了吗？刚才就说这事儿咱们处理了，都在手里了。大哥，讲究不？4000多一瓶，你就这么给我干了？哎，来不及了，人头马 XO， 你喝过吗你？这酒不对，我跟你说啊。正品的头部有防伪拉环，你这个没有。第二，正品的瓶颈应该是金色的，你这个明显就是印章加印上去的。40我都嫌多，你喝过吗你？现在去工商局投诉，假一罚3，店家倒找你12000。那就是说我出来喝酒，我还能喝出钱来？哥，这钱都给您发过去了。回头我带兄弟们去照顾你生意。哎呦，谢谢。叫我们火箭男孩吧，这一看就是偶像男团呢。比个心，比个心，来。哎，心意到了，喜欢打架是吧？就看你们精不精打了。谁先挑个头啊？我说好。快救我！快救我！这个时候我怎么能走？我应该跑。啊！你个畜生！猪，这谁设计的？谁？我设计的。那还是很有创意。这不是带过这些老乡啊？来跟您捧捧场，主要是宣传不到位，这个我们行啊。这个吗？防不防？必须的，必须的。不会蛇神，乌烟瘴气。老板，来个果盘。来，买一赠一，半张卡不？来，买一。